这个机台，等一下我们会去要侦测它的电流多少，好，是要量电流。那电流要怎么接？电流要串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电流要串接，所以怎么串接呢？我们用这两个，这个输出电压对不对？黑色跟红色可以吗？红色。黑色先连过来这个地方，可以吗？夹住了哈。然后红色呢？红色跟这个电荧共用机串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红接红进来。因为我们要量电流，所以你这边就要切一下电流。电流，因为我们电流还蛮大的，不要切到 mini 安培，要切到安培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你们也有一步哈。然后另外这个 com 可以吗？转到这个电流档可以吗？好，DC 电流档这样可以吗？然后把这个架起来放这里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监控电流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这边出来的电压，刚出来电压就跟它串接，这两个串起来，可以吗？串好之后用胶带缠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清干净一点，把这边地方往左推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然后这个电压串接之后，这个黑色的地方再回接回来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还有一条黑色的线？没有吗？没有。那这个就卡进来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卡进来，然后。掉到电哪一条黑色线就好了，啊？我掉哪一条黑色线就好了。这是哪一条？那个什么？在哪一条？这胶带缠不好。在哪一条黑色的线？恶意夹来夹起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没问题，如果这样没问题，你先夹这样可以吗？